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来到了台中石冈区。听说有间伯公庙，除了供奉伯公，还有土地婆与伯公子，也就是可以看到伯公的全家福。让我们一探究竟吧。张大姐，我知道伯公啊，是这个石冈乡当地啊非常有名的，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里有奉养土地婆报纸，土地婆来帮我们照顾这个小孩子，小孩子寄给土地婆。所以说我们当地的土地婆就是很出名，就是她会照顾我们当居民的小孩子，所以我们整个里面都很热心来拜这个土地公土地婆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我原本以前都只有看到伯公啊，原来这里有伯婆，然后抱伯公子，难怪会这么有名。张大姐说这里没有庙公，而是社区大家一起轮流来当伯公值日生，用一个香牌互相传递，只要拿到香牌的居民就知道要为伯公服务了，要到庙中打扫上香。据说这项习俗从建庙就流传至今。而且我现在有看到这个牌子好特别哦，它这个牌子上面呢、啊，它是有挂一个钥匙，是有什么原因吗？那个钥匙就是我们村庄里的人，不管每一户这个香牌轮到你家的时候，你就要来拜拜，要换神杯的茶，就是这样子传承下来、哦、我们这里的居民都很热心、嗯、就由这一片香牌去轮，把周遭环境整理得干净干净的，大家来看得很舒服，这样子。其实伯公守护着大家，那大家也是轮流的守护着伯公庙。我们有那个诚心诚意来拜土地公土地婆，从我公公他们的时代就直接传承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。有空的话我就来打打扫环境，这样子。哇，所以其实每天只要拿到这个，就是要来打扫啊、上香啊、奉茶水。对，我就是傍晚拜好了，我就轮给你啊。大哥换你喽，他就明天他就自己会来了。那张大姐，那这个轮香盘的时候，会不会也是串个门子啊，聊聊天啊，啊增进情感这样？今天轮到我，对不对？明天轮到你的时候，我就去你家坐一坐啊，就跟你说，明天换你轮到这个香盘了，他就会自己来拜拜这样子。这边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环境，对对对对，大家都会聚在这里，不管是聊天啊、就是，然后也可以聊聊就是彼此啊，然后互相帮忙啊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基于信仰的热忱，持续不断为伯公服务的伯公值日生，是居民互动联系感情的一种方式，也是居民的共同回忆与情感。透过齐心合力的付出、合作与团结，让住在这里的人们像是一个大家庭，大家都是温馨的一家人。